一个帮红队加油，一个帮黄队加油。OK， 两个主要敌人，加油！全天下的父亲，然后父亲节快乐，多赚钱，多养家，然后对，都给你讲了，你还有梗啊，多多多给小杰哥讲。各位爸爸辛苦了，然后我跟哥哥也是爸爸，在这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，好不好？记得帮红队加油，记得帮红队加油。OK， 两个主要敌人，大家需要注意。难得黄队进来都没有什么福利。哎，好了，所以就是看这个了。一翻两电影，我先抽 A 出来。好，就让大家好，赶快把这个。你再抽 A， 我就给你拍拍手，真的。加小郭，解决我们的问题，快点。漂亮，这是 A 吗？对，等下是最好玩的了，团队赛，没错。有没有想跟谁一队？等一下要抽签了。Lucky 一队，跟 Lucky 一队，基本上我们就没什么问题。Lucky 也单手又准，因为他球速，他球速应该是全部人最快的。哦呦，所有人都想跟你同一队，是吗？大家想跟我同队吗？对啊。啊，完蛋！我没有很强，真的。我拿第一个，然后万一大家都全部在那边打我，林辉煌，你会不会集体讲好打我？有了，已经讲了。要么我们就同队。哎哎，好，接下来也是最后一项测试赛了，要比拼的是躲避球。那小小郭嘞，你从少棒开始有没有当过队长？没有啊，都没有，都没当过队长。对啊，因为我本身就不是一个比较会统整的人。对，在团队里面，嗯，对，所以我在看的重点应该就是他们在丢的那个过程中，女生丢的过程中，她有什么样的技巧产生。所以你心中已经有男生的人选的谱了，你在借由这个，你想要观察女生。对，好友已经表明要观察女生选手喽。先丢一个。对，说实话，而且其实女没有，亲爱的，就女生可以单手丢，然后我们也有一个很会丢的，所以你知道，Lucky 可以高，他是高，算是打，我们要先装嘛，先丢女生是因为他们在外场。复活的机会不大，对。可是男生先出去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直接进入是一个保护女生。稳住！小球，一把抱住哦。张家生这一球被 Zin 给接住。哇，结果是彭真踩线。又是 B 队的球权。又踩线，这太明显了。赖皮的攻击，很大胆哦。我选手会也在观察女选手啦，有几个真的是敢用单手攻击。敢用这个。哇，扎扎实实击中。叶慈玉被打出局，时间到，比赛终了。结果是 B 队，如果抽 B 起来，那我就是 A 啦。OK， 好。先走，不要乱哦，棋子不要乱，棋子不要乱掉。杰哥，相信你自己，刚好是翻。好，那我们就用我们的能力来继续训练我们的智宇，好不好？漂亮，就不用抽了吧，还是要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那就是，哎呦，运气真好 ，A 耶！来，谁抽？难得黄队进来都没有什么福利。哎，好了，所以就是看这个了。一翻两电影，我先抽 A 出来，好，就让大家好，赶快把这个。你再抽 A， 我就给你拍拍手，真的。
加效果，解决我们的问题，快点。漂亮，这是 A 吗？对，就是因为他中文比较不好，所以很明显他觉得好。陈姐，我来吗？对呀，对。好了，加油啦！希望你可以抽一个好的，刚才都没有抽好。哇！抽一下，抽一下。哎！哇！手机刚刚好，回答一下。文宇飞加入的是红队。